所以现在这一波大灾教育，就是你要知道病从口入。这一波的疫情很严重，疫就是极疫，就是叫做疾疫，疾就是病，疫就是传染。所以呢，是病的传染，传染的病，传染的病啊，病的传染啊，这种病的传染从哪里来？从人物动物啦，交错呢的累积啦，所形成的病毒、病菌，这总是要提醒人人，人人呐、啊、都在昏时欠债残，都是伫咧欠债啦，将来爱还债，这都是呐因缘果报啊，这轮回的逃不掉的啦。那鸡呀、啊，同样都是生命供应给人，这口啦、啊，快一死的口意，的确呢、啊，太残忍啦、啊，悲心一转。就转过来了，转分为数，很赞叹，真的呢，这就是智慧。看看菜根香啊，蔬果香啊，吃起来多么甜啊，多么香啊，多么有口感呐、啊！这吃了不是很干净吗？心呢，不都是呢，很清安吗？换一个菜色，鸭肉啊，每一块肉，每一条鱼，都曾经是。活生生，总是呢，这个在造业，也就是众生共业。一旦呢，人多业重啊，就会变成了整个宇宙间呐、啊，气候等等啊，让人类呢。共受苦难，就亲像共一口鼎灶内底，迄、那个针尖滚炸，共款的道理，总是呢，我们要如何消灾、消弭业障，这样。先把人心调好，心啊，先放宽啦、啊，不要狭窄的夹住啦、啊，总是呢要贪，贪的口欲，非吃它不可。我们应该人心心宽呐、啊。天地宽，放生复生啊，爱复生理。我们的心就是开阔起来，天地宽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；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